球打进了场内，哎呦，张振宇 diving catch， 余耀世的一个扑接，哇，五六七八级美，这个一个美记手背哦，他一下是怎么接到的？变速球过来，对，投在高的位置，但有点打在棒头上，那你要看到这移动的距离很大。我其实还有跟跑者重叠，对，因为一开始来讲他是有一点点 hold 在二垒垒包附近，想接一个球去，夸张啊 ！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李立廖巩冠，你订阅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加入成为频道会员，这样才可以收看更多会员专属影片哦，拜拜。